只可以治疗酸痛，现在还能够运用在美容上头，像是把细针扎在脸部的穴道，据说可以消水肿、改善眼袋还有肌肤等问题。虽然疗程比较长，次数也多，但跟西医美容相比，比较不容易出现副作用。中间的部位，这个额头位的，就是消除恼人抬头纹，这边叫印堂穴。中医师解释，借由刺激钻竹穴和印堂，可以通气血，改善新陈代谢。不少人都饱受皱纹之苦啊，以往都会求助医美诊所打肉毒，或者是呢一些就是童颜拉提等等的方式。但其实不只是西医啊，咱们的中医针灸呢也有这样子的疗效哦。有医美诊所呢就使用针灸的方式，达到脸部紧实的效果。